你做呢，还是你的妈妈做的？你再说一下，我刚才没听到。你今天你吃面条是不是？对，我也是吃面条，我早饭也吃。就是你做的还是你的妈妈做的？你今天很累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我看到你没有。好久不见啦！你为什么不下午上课呢？下午上课，你为什么？因为下午我去游泳，在5点了，啊，不是在4点了，在四四点点去游了。泳，所以不能上课，对吧？哎呀，我们这里没有游泳的地方。你游泳的地方是 lab 吗？还是一个 pool？什么？你是在什么地方游泳啊？很近我的学校。哦，和你学校很近的地方，是一个游，是，我看一下啊。怎么？游泳的地方很近我的学校。离有没有离学校？是池swimming pool。你游泳的地方是，很近我的学校。我小时候是在一个很小的 lab 里面游泳，lab 里面，哎，网络不好。你游泳的地方是这种地方吗？是吗？是吗？你看到没有？不是。不是，那是什么地方呢？不是这种地方，对吧？不是这样吗？是不，就是，不是这种，是吧？是喂，不是不是，一样？我小时候是这种地方游泳啊，给你看一下啊，这种。小时候我是在这种地方游泳，是这样的地方。但是你知道，游泳的地方在我的地方，在那这是什么吗？我一下我，看一下。就是有一个大，有一个小，我很喜欢有这一种大地方有游泳，小。这种地方游泳很干净，很舒服。这种地方游泳很好啊，这种地方。这是什么？这种地方游泳很漂亮。你现在每天都去游泳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有时候去游有时候我去下午，有时候我去早上，就是游泳的地方在我的地方。远一点，你看到吗？远一点，没有看到。很近我的学校。很漂亮的地方哈。那就是游泳池啊，就是游泳池，swimming pool。
就是我每天这个地方，我给你看看。我们复习一下，复习一下。这个 I'm hungry 读一下。我饿了。I'm thirsty。我渴了，我要喝水。你看我今天有这个冰水的，冰水 ice。冰水，我知道。嗯。我的家有很多的冰水。对，就是在冰箱里面，对吧？你把它放在，把水放在冰箱里面，它就变成冰了。嗯。对。我每天喝很多冰水。这是不好你的身体呀、啊。嗯，真的吗？这是我的妈妈说的。是吗？那你每天喝冰水吗？我没有啊。没有啊，你妈妈说对身体不好。对。我的妈妈说是我们喝很多的冰水是不好的，我们的身体。对身体不好，但是喝冰水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不喜欢。因为我有一点感冒，可是我不可以喝冰水。好，看下一个。现在是你的父母去上班了还是在家？去上班还是在家是吗？我妈妈。我的意思是你的父母去上班了还是在家？在家，今天在家。我的大哥哥回家了，老师。回家了哈，八月回家了，他回家在31号。七月。现在是8月3号，对吧？对。对，现在是8月3号。他在家3天了。3天了。你的 summer vacation 什么时候会结束啊？你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什么时候要去学校？我觉得是1月。啊？1月是我去学校。我去学校。三十天是我去学校。就30天以后要去学校，对吧？不是35。35天以后。我去学校了。去学校也就9个月。因为现在是8月了，就是9月的时候你要去学校，对吧？对，9月5号是我去学校了。你知道哈？还有1个月就结束了，你要去学校上课了。那中国呢？差不多，也是9月，可能是9月1号。对，也要去学校，对。你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不懂。中国也是9月要去学校，9月1号。9月5号呢？应该是吧，可能是吧，也是一样的。也是9月5号。对。是学生在中国下了。对，他也是学校。你是当老师的，不是学生。对，我不是学生了，我不用去学校。你喜欢去学校吗？我喜欢。不喜欢啊。我也不喜欢。好，这个 spicy 读一下哈。辣。对，辣。不
我也知道是你喜欢吃辣，越来越好。对，越来越好。这是我不喜欢吃辣，我只可以吃一点点辣。一点点辣，对吧？看一下啊。我喜欢吃苦。你喜欢吃苦？你喜欢吃苦？你不喜欢吃甜？真的吗？真的？苦有苦。不是，是我不喜欢，就是我可以吃甜，但是我不喜欢吃甜。对吗？你怎么会喜欢吃苦呢？很怕。这个读一下，这个是 often 读一下 often。经常。对，经常。这个 badminton。老师，你喜欢吃炖肉吗？什么肉？你喜欢吃炖肉？炖哦，昨天你写的那个炖肉对吧？对，炖肉和蛋。蛋是吧？对，我喜欢吃炖肉，它就是用水然后煮很长时间对吧？那个叫炖肉。我不喜欢做炖肉。哦，你喜欢 fried meat 对吧？我不知道做炖肉，你知道做吗？我知道啊。就是、你做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很香啊。就是你煮很长时间，你可以做炖肉，你可以给我吗？你要给钱。我没有钱。你有钱，你要给钱给我去买肉，那我没有钱。你爸爸给你中国的钱了，你把它给我。这是我不可以用的。对，你用不了中国的钱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给我。你那个钱可以买顿肉。free。好，看一下哈，这个是读一下 agree。就是我有中国的钱，但是我不可以使用。对，你不可以用，你要来干什么呢？没有用的，是不是没有用？因为我不知道用吧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你给我吧，好不好？就是你卖我炖肉是多少钱？不是，我用你的钱去买炖肉，我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。但是你那个钱，你是多少钱呢？31。31块。31可以，我觉得可以买 1 1斤。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点的，应该可以买贵呀、啊，一公斤，1000克，1 kilogram。就是我觉得是你卖我炖肉是只有20块是好了，20块不够，20块好了，就是不够吗？不够不够。20块就好了，是不够的。就是31块，你我买炖肉31块很贵。不贵，肉很贵。对，就那个肉要去买呀、啊。只有20块。不行，三十，给你1块。诶，是你的父母不去上班吗？他是晚上上班。晚上早上他不去吗？早上不去，他早上回家。你的弟弟呢？我弟弟回家了吗？弟弟他不回家，他要去工作了。为什么？他已经 graduated
他可以回家见他的家。他已经 graduated 了，他毕业了，他不是学生了，他要工作了。他今年是嗯，他今年多我看少岁了看啊，呢？二十二岁，十。嗯，二十岁。诶，这是也是学生啊，嗯，他不是学生了，他已经也是，不是了。就是你不知道，在越南20岁是也是学生。但是他不是学生，他已经毕业了，他已经工作了。我弟弟已经工作了，嗯，他已经赚钱了，他已经工作了，知道吧？嗯，在越南是24是也是学生，二十四是也是学生。看你想做学生吗？还是？嗯，喜欢，我喜欢做学生。嗯，你不喜欢长大，然后赚钱工作吗？不喜欢。嗯，你不喜欢工作赚钱对吧？你工作太累了对吗？是吗？哎，老师，嗯。你的弟弟是只有20岁，是他是大学生了。他已经大学，他大学读3年了，在中国可能18岁，18岁然后上大学，go to the university，不小于是19，20、21，然后在越28，南，嗯。在越南是19岁是大学一年级学生，20岁是大学二年级学生。对，差不二多。十一是大学三年级学生，对，但是我的弟弟他大学有三四年，年级呀。嗯，有的大学是3年级就可以，嗯，少。有的大学啊，有的大学3年就可以有的大学三年就读完了，嗯。就是有学生是有3年半呢，3年，有的是3年，我们，你最近游泳游得更快了吗？有没有 faster？更快？有没有更快？的意思是什么？游泳更快了，你 faster？你游泳更快有一了，点。嗯。每天游泳要越来越快，有一点快，有一点慢。有快有慢。你知道怎么游泳会更快吗？什么？你知道怎么游泳会更快？You know 我 how 不知 to 道。swim faster？它是这样。这样更快，啊，这是我知道了，嗯，这个会更快，对吧？一样啊，一样啊，嗯，最慢的，我觉得最慢的是这样，啊，对，一样，一样嗯，啊，比这样很慢。你忘游泳了。对，我游泳是，嗯。为什么你不去学习游泳？我们这里没有游泳的地方，我们这里没有游泳，没有游泳池，不可以游泳。嗯，嗯，下一个啊，这个 swim 读一下，swim。
是洗澡。对，洗澡就是clean 的话，我们叫打扫房间，对吧？打扫房间。对，帮妈妈打扫房间。这个睡觉的房间我们叫什么呀？睡觉的房间。卧室。对，卧室啊。做饭的房间我们叫做厨房。你读一下厨房。厨房的话是，睡觉的，做饭的房间啊。啊，a box of chocolate。A box of chocolate，一盒巧克力，你读一下，一盒巧克一盒巧克力。对，一盒。哦，那个，我看不到你，我想看到你，你把 camera 打开，对，好，你读一下这五种味道，test。五种味道，酸、酸、酸甜、苦辣咸，甜、苦、辣、咸。比如说这个 sea water 是咸的，这个瓜，这种瓜对身体很好，这个瓜。我讨厌，我的大哥哥很喜欢吃苦瓜。苦瓜对身体好。讨厌，你喜这欢吃这种是，吗？你喜欢吃这个吗？讨厌，讨厌，讨厌。哦，这个很香，我也讨厌。这是我的妈妈可以吃柠檬。做饭做菜的时候会喜欢吃。我喜欢吃这个水，就是有一点甜。这个叫什么呀？这个，这个也是辣，这我不知道，辣椒，辣和叫对，辣椒，辣辣椒，椒。辣你跟你妈和妈啊，说，你跟你妈妈说，妈妈，你少一点辣椒，少一点，少就放一是点辣椒。也是对，辣，这个这就是也是辣椒，就是也是辣椒。对，这个是辣椒。这个是什么来就是我喜欢这个是大的，但是不辣，对，这种辣椒是不辣的。刚才你那个是很对，辣的。是有一点甜，就是不辣。这种是不辣对。好，这读对，音就叫不辣，great。是不辣。对，great，你真棒！真棒，great，真棒，太棒了，refrigerator 我们叫做冰箱，冰箱。对，冰箱。我们只有15分钟。对，15分钟，take shower 怎么说？take shower，今天我要 take shower，要不要洗澡。洗澡，洗澡，洗澡，去洗澡，好，take a rest 我们叫休息，对吧？休息一下。休息。比如说这个 fat 怎么说 fat？
fat 胖，哎 ，thin 呢 ？thin。老师，你知道谁在我的身后吗？啊，我刚才没看到，你的大哥哥还是二哥哥？这是我的大哥哥。啊，你大哥哥哈，他为什么在你的身后啊？这是我的卧室，是我的大的，我的卧室是我的二哥哥的卧室，我的二哥哥的卧室是我的大哥哥的卧室，你懂吗？这样吗？那那你的卧室没有吗？我没有，这是我，就是有一个天，我的大哥哥去大学了，这是我的二哥哥的卧室，是我的卧室。哦，这样的，对吧？嗯，你家孩子太多了，没有那么多的房间，对不对？我的大哥哥睡觉在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的卧室，还是我的二哥哥的卧室？我的大哥哥学习在我的卧室。哦，对啊。你懂吗？懂懂懂懂，嗯，好，下一个哈。A question, a little question. I have a question. 这个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。对，我有一个问题。问题。就是你写这是问题，为什么你来说是问题？问题是 question。问题。thing 呢？这个对吧？你瘦吗，老师，还是胖？我吗？我是很瘦的。你看你哥哥也很瘦，对吧？我也很瘦。我真的很瘦哎。你觉得我是？你觉得我胖还是瘦？你不胖不瘦，对吧？你不胖也不瘦，不冷也不热。哎。下一个哈，我很热，很热，你懂我很热这是什么吗？太热了，中国现在很热，现在越南热不热呀？很热，也很热，对吧？太热了，太热了，想干什么呀？太热了就想去游泳。我的身体很热。太热了，我们就去想去。我的爸爸和我的身体很热，我的大哥哥和我的妈妈和我的二哥哥身体，很酷。很酷。是胖胖的话就会很热，对不对？如果胖就会很热。不是，有我的朋友很瘦，他的身体也很热。是吗？对。我觉得如果是很瘦，有一个人瘦也身体也很热，有个的胖的人身体也很热。哇，我的电脑坏了。我们只有9分钟。是吗？只有9分钟吗？
现在是9:46了。看一下啊，我们就在学习。我电脑坏了。你可以叫我，现在你可以叫我，为什么？就是你的电脑坏，你的电脑很好。电脑那个 keyboard，我的 keyboard 很 dirty，很 dirty，啊，很 dirty，很脏，很 dirty。好，下一个哈，别的哈。哎，这个读一下，healthy。健康。对，健康很健康，健康的，健康的人，对不对？健康。老师，为什么你写在你的电脑很好？就是我写在我的电脑不可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你是用这个 mouse 吗？这个吗？有没有用？对，我用的是，哦，一样的耶，一样的。为什么我写的很好你可以写吗？你写一你下，比如说你我写我写这看看。个汉。诶，就是我，你写在你的电脑很好，就是我可以。就是很难。那 我不告诉你啊，不是，我是用这个 Browser 上面打开的这个用什 PDF，么？你写很好。对，因为我用的是这个，用的是这个，如果是用 Zoom 的话，也写得很好啊，也写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很难写。好，坏了，看一下别的哈，这个读一下，这个 take care of，我觉得是我忘了。take care of，我们叫做照顾，照顾。要照顾，照顾，照顾。照顾一只猫，对吧？照顾，照顾猫，照顾。对啦，照顾，这个是 brown。对，你的妈妈还有跟你去公园跑步吗？我没有跑步，滑冰。滑冰哦，对，去滑冰。那你妈妈，你以前和你的妈妈会去跑步，对不对？以前你的妈妈会和你去跑步，现在不去跑步了。为什么不跑步啊？太热了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很热，我不喜欢去跑步，我喜欢去滑冰。滑冰也很热吧？不是，滑冰很酷。很酷，哈哈下一我个哈。喜欢滑冰啊。喜欢滑冰哈。这个 all the time 对吧？all the time 记得吗All of the time，？all the time 是一直，一直，一直，
对你，我们只有4分钟了，是我们要学习快。好，一直 all time 哈。哎，excuse me，读一下，excuse me。打扰一下。对，打扰一下啊。这个 direction，比如说这个 south 我们叫南。东西。东和西南。哎，老师你。什么？没有没有。东西南北，东西南北。老师，你喜欢吃竹笋吗？竹笋对吧？对，就是这个 bamboo 很小的时候对吧？对，有。那个很好吃，但是你妈妈有黄色的。你妈妈做竹笋好吃吗？很好吃。哦，很好吃。妈妈做的竹笋很好吃，我妈妈做竹笋不好吃，为什么？不好吃啊，就是不好吃啊，她不会做竹笋，她做竹笋不好吃 ，cook not good， 看起来 look like， 看起来，比如说竹笋看起来很好吃，对不对？竹笋，我的妈妈做的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对，很好吃。太好吃。对，还有这个 knowledge 读一下 knowledge。knowledge。知识。知识。对，知识 knowledge。比如说汉的话，你有很多知识，对不对？老师也有很多的知识，阿狗有很多。我的知识不很多。我的知识。我们有很多知识。我们只有2分钟了，是。啊，我们有一点点时间啊。好，这个清楚可以，清楚。清楚。对，清楚可以。哦，没有时间了。